长魔哥的直播间被封禁差不多快半年了，最近传出了不少魔子即将复活的消息。然而就在刚刚，魔子的某音账号其本人发布了一则抽象视频，看着标题直接宣布自己要复活了。让我们看看魔子的抽象表演吧。感觉魔子这次复活是板上钉钉了，要不然花钱找这么个乐队图什么呢？而且应该没多久就能出来了吧。